传播国际最新消息，美国前总统川普在自家的社群发文表示，又遭到了拜登政府起诉。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，川普因为不当处理政府的机密文件，遭到了至少七项罪名起诉。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已经知会川普的法律团队，而川普也说他已经被传唤，要在下周二前往迈阿密联邦法院来出庭。